那我们接下来就接受惩罚喽。来，我们先把道具扯一下，谢谢哈。哎，刚才第一个粉丝那个武打的特别，让你抢我位置，律动感。啊，我们的惩罚其实也很轻啦，就是表情包惩罚。我们会给你相应的词汇，然后你要根据这个词汇做出表情包，然后一共做三个，好吗？可以，我们来出题吗？不可以。就啊，可以吧？好，那我们班长特权出一个吧。好，你要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你要出去一步，让他看更近一点。准备好了啊！何凯晨好帅，何凯晨好帅啊！不是，你要看到何凯晨好帅，你要听到这句话，对你听到这句话，你要什么反应？做出什么反应？对啊，你看，比如说你现在不是何凯晨，前面是何凯晨，你看到何凯晨，哇，何凯晨好帅啊！对，要花痴的感觉，你来来一个，三二一，何凯晨好帅。好，原来你看自己是这个表情啊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班长已经出完一题了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两题哦。好，下面一题叫好嗨哦。好嗨哦。来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三二一。好可爱。好，那算你通过了，我们还有一个。行，来了老弟。哎，这什么来了老弟？这他的原版是开门，来了老弟。你可以诠释出你自己的风格。哎呦，来，这他，哎，好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凯晨。那这一轮我们就接受挑战完成了哈。啊，希望你们接下来都有更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